朋友们，你们还记得小牛前面买的伊比利亚火腿吗？特别有名的。你们知道现在它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今天晚上把它来等着吃。妈妈，哎，等这个。已经只剩这里的了啊，卖饭钱了的伊比利亚火腿。吃了一顿，炖起嘛。对了，先把它炖起嘛。我看了炖起没炖了。炖点萝卜，它酸得很，那个东西。啊，切萝卜，切萝卜。哪里萝卜？骨头有啊，刚才买了几回了嘛？我还买了几回来。我还真的往菜园，去摘菜园去了。等下我来帮忙嘛吧。不需要帮忙，哎呀，我那个摘的可以。有点多了，好吧。幺儿切萝卜。拔萝卜。拔萝卜，以前拔萝卜都是你哥哥干的活喽。这萝卜都长大了嘞，这是全是农家肥。这萝卜还挺长得很。不，这个这萝卜太天然了吧？来。老爷子不要，嫩叶子拿来为主。屋头还有几个萝卜，加两个差不多够了。那骨儿好啃哦。妈妈，我切大坨点哈。哦，切小坨。这萝卜像白鱼一样。啊，对，要烧啥子？尤其是炖汤那个哈。我带幺儿出去溜圈啊。要吃饭了，不要溜了。半个小时就回来嘛。你半个小时走着弄啊。嗯，我开车子去。我发现有位子宇，不要把我女儿开车喽。现在在那个鲫鱼摊那会给我玩个汤。还缺没得换啊？没有啊。哦，你在哪买砍刀那么好用？街上，街上买的。可以这把砍刀。还想出去溜一圈，是不是？给你老婆在那儿吃饭啊？下来五点钟就回来嘛。这个骨头好扎实，这把刀也好好用。看，现在都还没砍断。我是那干的了。啊，不浪费噻，这个东西虽然说买的贵，但是，哎，还是要把它物尽其用嘛，噶，管它翻车没翻车哟。下锅给吊下水。火腿年审比较久，要跟它哈一哈。把猪的盐味出来，因为这个火腿吃起来啊，感觉有点卡喉咙，晓得不嘛？所以说给它过下水来，但是这闻起还是比较香的。他把他土豆摘菜，锅头把那个火腿炖起，我还是在摘。嗯，那打那行打那副吧。嗯。炒起他不吃啊，燕儿，你来搞看，炒成米粉啊？你就炒那么滴点的啊？我先看了干，这点儿都不干，你看嘛来。啊？耶，燕儿，你太不给你爸爸面子了吧？你爸爸难得给你弄顿饭，啊？哎，算了，他不吃算了，不吃算了，他可能没饿，嗯，他早就按点喂嘛。
吃龙虾。嗯，哈哈哈哈哈。一般就是吃龙虾为主，不然龙虾。